你或许不知道，美丽的地球正遭遇空前危机，人类正面临最严峻的考验。此刻我们得以安身立命，完全归功于一群默默付出的无名英雄。发票号码1943，它用变频冷气缩小了臭氧层的波动。发票号码8726，它用省电台灯让全球气候不再异常。发票号码2358，它用环保冰箱守护北极熊的家。还有发票号码5912，它用变频洗衣机保住了无数森林。感谢他们和灿坤站在一起拯救地球。节能减碳的地球保卫战还在进行中，欢迎你用行动加入我们。